OK， 我们画面先带给演艺圈这位老大哥，也就是徐乃麟乃哥，64岁哦，演艺圈最知名的主持人哦，相当的活跃。我想要请乃哥你帮我主持这个公道一下，因为他们的比赛是奖金是60万。那当然，如果你赢了，没话讲了，60万他全拿了嘛。对，因为虽然他的公斤数超过哦3公斤。但是呢，因为他赢了，那没有话说了嘛。就今天超过3星，我还把你打挂了，打赢了，那我独拿6万嘛。那如果他赢的话，他必须1公斤，我如果谈好5万的话，他是不是要给他15万？啊，懂我意思吗？啊，就是看他们要1公斤是5万或1公斤10万嘛，对不对？如果他打赢了，因为他体重超过你3公斤，1公斤10万，他退你30万嘛。我就说这个要去协调了。我不想扣奖金。那我不想，那拳头盎司数可不可以加2？不行，那我们结束。不行，好，那结束吧。OK， 我们画面先带给演艺圈这位老大哥，也就是徐乃麟乃哥，64岁哦，演艺圈最知名的主持人哦，相当的活跃，曾经在节目上面。咬过唐崇盛连续5分钟，哇，这个体力也是相当好。我们有请乃哥，哇，爱情陷阱，那要放音乐了，爱情陷阱。距离约定的体重相差3公斤，对吗？他现在是65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他现在口述是65嘛，对不对？可以量。你是多少？62。我61。61啊，那差4公斤，那就超出2公斤了。对，那我们当作有2公斤是用拳套来弥补。那当作这个距离只差2公斤了嘛？是，但是现在还有2公斤这个距离啊，这个落差了，拉不回来。所以我想要请乃哥你帮我主持这个公道一下，因为他们的比赛是奖金是60万，60万的奖金，我们说用5万块来算1公斤的话，好，1公斤就是5万，那乘以12就是60万。那现在他们两个相差多少？算3公斤，好吧，3公斤，算3公斤嘛，对不对？如果今天他赢了，我不知道你们这个奖金是怎么去分，就独拿，60万独拿，对，是不是？对，好，那当然，如果你赢了，没话讲了，60万他全拿了嘛。对，因为虽然他的公斤数超过3公斤，但是呢，因为他赢了，那没有话说了嘛。就今天超过3星，我还把你打挂了，打赢了，那我独拿6万嘛。那如果他赢的话，他必须。1公斤，我如果谈好5万的话，他是不是要给他15万？啊，懂我意思吗？啊，就是看他们要1公斤是5万或1公斤10万嘛，对不对？如果他打赢了，因为他体重超过你3公斤，1公斤10万，他退你30万嘛。我就说这个要去协调了。今天势在必打，对不对？对，势在必打，势在必打，势在必打，好吧？没错。现在今天我们直播，大家都在讲啊，就是说钱。你们要怎么样？你们俩达成 deal， 那当然就没有问题了。那么非常感谢乃哥呢来到现场，为我们主持了一下公道，好不好？公道没主持成，我累了。他们都是拳头说话，他们没有在讲道理的。可能明天早上5点才会达成 deal，好不好？所以大家有一点心理准备。哎，谢谢乃哥，谢谢乃哥，你们加油，谢谢乃哥，谢谢乃哥，加油，好不好？乃哥辛苦了，那我提出的一些意见，你们也参考一下，好不好？我会参考，谢谢。好了，不然现在我们静下心来好好谈嘛，对不对？这样子啦，反正不会有结论的啦。第一，就算不降奖金，我帮玉生开一个 offer 了，不帮你开一个 offer 了，好不好？当作是你的样布，我只能预设你们唯一可能样布的地方了。第一个，你唯一可能样布的只有全套多带2盎司，奖金你不能扣嘛，分数你也不能扣嘛，多带2盎司，14盎司，因为体重落差其实已经很明显了。超过7公斤，正常来说呢不可能会打。当然，这个你们可能说这个是表演赛、奖金赛无所谓，随便。那他有他的坚持，我只能这样帮他开一个 offer。如果你这个有办法答应的话，我不知道他可不可以。那他的部分呢，我当做你的部分嘛，就是盎司数要让嘛。他说完全不能有这个奖金。我问他，如果他是一半，他带的全套是12，这样有没有办法？什么意思？就是按照原本的规则，他的奖金是12，不是奖金是一半，然后全套是12，那你的部分呢？奖金一样，然后再来就是，其他规则都一样，唯一变的只有全套的盎司数加了2，
他原本就要加二，不是吗？他原本是十二啊，现在加到十四啊。哦，我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。然后他会有一半的奖金是给我吗？没有啊，他就是如果赢的话，奖金只有一半啊。哦，你赢的话，奖金一样是六十万。好，如果你不同意，我们现在直播就结束。那如果是要改什么时候，我们私底下再谈。下次我没谈成之前呢，我也不会出来瞎鸡巴闹。我不想扣奖金。那啊，你不想？那拳头盎司数可不可以加二？不行，那我们结束。不行。好，那结束吧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台湾雄狮欧巴桑陈美宏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， 我们是号角响起，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李家杯祝贺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。十岁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 ，Happy Birthday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！生日快乐！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宪歌就在这里。